经常听到人们说，人生如赌博，到底赌博与人生潜藏着怎样继续相关的奥妙关系？赌博不是人生的唯一，它只是人生的其中一部分，所以在生活中是可有可无的项目。在表面上看，它们似乎没有太多的潜在关系，但是它们之间却存有着相同的规则与定律。赌博是一种看似可以预测但却无法预料结果的矛盾游戏，是一个又一个抉择累积的过程，而在每一次的抉择后都会压上一份信念和心中预测所期盼的结果，所以在选择对时就代表着好运，当选择错时就代表着不好运的意思。人生也是一样，很多时候看似可以预料，但是结果却往往出乎了我们的意料之外。因为我们生存在二元的世界里，凡事都潜藏着对立两面的选择，因此人生也是一个又一个选择累积的过程，是一场永无止境的选择之旅。同样在每一次抉择后都会压上一份信念和心中预测所期待的结果，当选择对时同样代表着好运，当选择错时也代表着不好运的意思。然而赌博与人生在规律中相比的差异，赌博的特性之处是局限于短期结果为导向，而人生则是以长期的目标为导向，但他们在运行的过程彼此潜藏着的规则是一样的。例如在赌博的过程中面临冒险和不确定性的局面是常态，当中如果做对的选择就会赢得钱财，一旦选择错误就会输得一无所有。同样在人生中，我们也面对着各种无常的挑战和不确定性的局面，当我们选择了正确的道路时，成功与财富就会随之而来，而在选择了错误的道路时，同样会面对挫折与失败，最终身败名裂。因此赌博与人生都是一场看似可以预测但却无法预料结果的赌局，始终不知道下一张牌是什么。同样人生的前路也是一个未知数，但我们依然必须怀揣着希望和勇气做出抉择，勇往前行。或许正因为有这种不确定性与无常因素的存在，在过程中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才会使得人生与赌博如此的丰富多彩和美妙，充满着诱惑，从而让人期待。俗话说心比天高命比纸薄，意味着人内心的欲望是无限的，而生命的力量却是有限的。这句话启示我们在这个虚幻并充满着纸醉金迷诱惑的人生中，做人必须懂得平衡，将内心的欲望限制在自我有限能力的范围之内，才能活得从容自在。由于生活中存在着二元的规律，万事万物都不断在演变扩展和进步，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心中幻想着的繁华富裕的景象，
是那么的诱惑，而人生在世，善恶的本质都是源于人内心的欲望和贪婪，一切都是自我的选择。因此，在这条人的能力与内心的欲望无法成正比的规则下，做人如果无法领悟隐藏于二元规律中的矛盾原理，就无从平衡内心的欲望在自我有限能力的范围之内，心智就会很容易受外在繁华富裕的景象所迷惑，进而陷入无法被填满欲望的漩涡之中，滋生出贪婪的心态，养成了爱慕虚荣的个性，处事总是不切实际，沉迷于追逐物质上的享受和社会的地位。然而在自身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形成人生总是徘徊在事与愿违的挫败之中，使身心灵在矛盾之中煎熬，在岁月无情的催炼下，导致精力交瘁，对人生失去了希望，进而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放弃了自己，最终浑浑噩噩坎坷颓废的过一生。同样在赌博上，赌场的人力与财力是无限的，更存在着抽佣的规则，同时在游戏的过程中无时无刻都弥漫着人们在赢得金钱时带来的愉悦和兴奋的氛围，同样也存在着蛊惑人心的特性，会使人沉迷其中无法自拔。而赌客的能力与财力是有限的，与赌场相比就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化。就是这些无法成正比的规则和存有迷惑人心的特性，形成了久赌赌徒必输光的定律。因此在赌博上，同样的，赌客如果无法领悟这条矛盾规则的原理，就无从平衡内心的欲望在自我有限能力的范围之内，进而在赌博游戏的过程中，心智就会很容易受赢钱时的欢乐所产生的兴奋感蛊惑，内心就会在毫无觉知的情况下陷入无法被填满欲望的漩涡之中，滋生出贪婪的心态，导致沉迷于赌博的游戏当中无法自拔，在赢钱的时候总是无法满足，而在输钱的时候就会产生负罪的心态，当输得越多就越想赢回之前的损失，从而陷入赌博的泥潭之中无法停止，最终惨死赌场。由于赌博局限于短期的导向，所以很多人往往会误以为运气是获得胜利的最主要因素，只要运气好一切都会顺利。然而实际上运气只是偶然的结果，所以很多人就是因为认定运气是导致在赌博中赢得胜利的最主要因素，因此在赌博中偶然获得好运的相伴，赢得了很大笔的钱财后，心态就发生了变化，总是认为这种幸运会持续下去，于是就会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陷入贪婪的漩涡之中，个性就会开始放纵和自大，并无节制的挥霍，造成当运气不在时，财务的状况就会日益的恶化，使人生离
破产的距离越来越近。同样，人生也是一场博弈的过程，每一步都在抉择着未知的前路，承担着不确定性的风险，在偶然的机会下获得了好运相伴，选择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后，一切都很顺利，并从中赚得大量的财富后，心态同样也会随着发生变化，滋生出傲慢与贪婪的心态，自信也随着膨胀而自大，导致不加控制的挥霍，造成当运气不在时，使财务危机走向了不可挽回的境地。所以在人生中，实现成功是偶然的，经历失败是必然的。同样在赌博中，赢钱也是偶然的，经历输钱也是必然的。因此要在赌博与人生的旅程中，抓住机会，锁住盈利，获得最终的胜利，仅凭运气是不够的，还需要认识自己的局限性，领悟其中的规则，并从中培养出一颗坚韧的耐心，带着智慧和勇气约束自己，执行规律中的决策与策略，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究竟赌博与人生之间隐藏着怎样相同的规则，能够帮助我们在其中抓住机会，锁住盈利，从而赢得最终的成功？人生与赌博在运行的过程中，相似的规则是：实现成功是偶然的，而经历失败是必然的。因而当中领悟失败过程的累积，就是抓住机会，锁住盈利，从而迈向成功的必经之路。因此在人生与赌博的过程中，如果面对同样的挫败时，你无从觉知并做出改正，那么你肯定会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再次陷入面对同样挑战的漩涡之中，难以解脱而无法成长。所以在赌博上或是做人上，唯一能够让一个人变得越来越进步和强大的途径，就是能够意识到在过程中自己所犯的错误，然后反思并彻底的改正它。由于世间善恶的本质都是源于人内心的欲望和贪婪，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当中更隐藏着一条蛊惑人心的规则，会使人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因此在人生与赌博的过程中，最难的不是赢得胜利，而是能否抵挡得住贪婪的诱惑，和从中觉知自己所犯的错误并改正它。由于赌博与人生在运行的过程中，操作的轴心只是自己和自己的博弈，所以如果你要在赌博与人生运行的过程中抓住机会，锁住盈利，从而赢得最终的胜利，就要自己去认识他们的本质，并领悟当中的规则，找出破解的方法，别人真的帮不了你。就犹如我们玩一种游戏，要在游戏里应对和解决游戏中的各种困难与障碍，首先就必须了解游戏的本质和潜藏于当中的规则，因为只有了解了
游戏的本质和潜藏于当中的规则，你才可以分析出在游戏里应对和解决困难与障碍的方法，并从中享受游戏时所带来的乐趣，和有机会在游戏中获得胜利。同样，要在赌博游戏的过程中锁住盈利，最终获得胜利，首先我们必须了解的就是赌博的本质和潜藏于当中的规则。赌博并非是一种轻松的娱乐活动。如果赌博是一种轻松的娱乐活动或游戏，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人输得倾家荡产、妻离子散，有些更走向绝路？其实赌博的本质是一种高风险的投资项目。这句简单的词句提醒着我们，赌博这个项目并非轻松的娱乐活动，它是一种潜藏着巨大风险的投资项目。在追求刺激和快感的同时，隐藏着蛊惑人心的特性，会使人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因此存在的风险会对人生造成巨大的伤害，并留下难以抹去的痕迹。如果你要把赌博当成是一种娱乐的项目或消磨时间的游戏，那么你必须觉知它可是一种高消费且带有蛊惑人心的游戏项目，潜藏着巨大的危害性。因此在玩游戏前，你就必须先评估自己的财务状况和衡量内心是否有足够的能力抵挡其中的诱惑，然后在这个游戏上做到适可而止，对你是很重要的。在了解了赌博的本质和隐藏于当中的巨大的危害性后，首先必须认真的自我审视过去在赌博游戏的过程中，自己经常会犯下些什么错误，然后进行深刻的反思，并从这些错误中觉察到底是什么因素造成这些错误行为的衍生，从中领悟破解的方法，并彻底的改正。最后再认真的了解在赌博游戏当中一位优秀的玩家必须执行的各种规则。让我以现今赌场中最热门的百家乐项目作为分享的例子。在百家乐游戏中必须觉醒的是一条关键性的自我审视的提问。一，在游戏中每一次输光的原因是否是因为你对这个项目的技巧不够熟练？二，你的玩法是基于理性的分析和策略，还是仅凭冲动和直觉？三，你觉得百家乐的游戏是投资项目还是娱乐性的项目？四，在游戏中投放多少的注码是你的心理可以负担并能够从容自若的下注，或会让你在下注时心里会产生紧张和战战兢兢的状况？五，对你来说是战胜赌场容易还是战胜自己更容易？六，为什么在连续输了几局后你就会产生不追的心态，总是想赢回之前的损失而无法停止投注，导致输光手上的筹码，最终陷入沮丧的绝境心态？
气，在准备不充分的情况下，为什么你依然还要展开行动？八，如果你选择继续玩下去，又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会是那些少数盈利者之一？九，你认为一位能够持续盈利的玩家是因为运气，或者你认为赌场赢你是因为纯粹是靠运气？十，与赌场相比较，你的优势与劣势在哪里？十一，经常反思和统计一下过去赌博的经历，在你输钱的那几次，如果能够按计划停止并离场，结果将会是如何？当你领悟了赌博的本质和以上是一条关键性的自我审视的提问后，你就会觉知在赌博的游戏上，运气并不是战胜赌场的主要因素，原来资金管理、业务力和心态才是关键，三者的重要性缺一不可，少一样必死无疑。资金管理就好比拥有一把精致的手枪，但却没有匹配的子弹，一样无用武之地。而人没有智力，即使赢了100次，在一次失控的情况下，也足以让你输个清光。然而，没有健康的心态，赢钱会是你人生噩梦的开始，因为它会滋生人傲慢和贪婪的心态。但是，这三个必要的条件，几乎很多人都不知道他们组合的力量，所以从未想过将它做到。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三点，恭喜你，你已经解除了赌博对人生造成巨大伤害的定律。然而要在赌博的游戏上获得长期的盈利，还要做到一位优秀的玩家，在赌博的游戏当中必须自律的各种规则。要领悟在赌博游戏进行时一位优秀玩家的自律规则，首先必须了解赌场与赌客之间存在着怎样的优势和劣势，和一场赌局在什么因素的影响下最终又会形成怎样的结果。每一种赌博游戏，只要是50对50概率的项目，在每一场赌局最终面对的就只有五种结果。第一种结果，输一点点是常态，因为赌场存在抽佣的规则，因此输一点点的局面出现的概率占五种结果概率的55%。第二与第三种结果，没有输赢和赢一点点的局面，它们也是常态，各自出现的概率都占五种结果概率的45%。第四种结果，赢达满意的目标，是偶然的，以恶霸法则为分比，赢达满意的目标出现的概率只占五种结果概率的20%。第五种结果，输清光，是无常的，然而当中却隐藏着从无常走向常态的规律。是什么因素导致赌客输清光，进而陷入从无常走向常态的规律？赌客时常面对输清光的因素，
大多都是不了解赌博的本质和没有自制力的赌客，所以在赌桌上往往会呈现各种负面的心态，例如冲动和无法自立，在赌博中毫无章法，每一局都下注，采取不合理的策略，不追的心态，总想赢回之前的损失等等。当这些人在赌博的历程中，大多的结果都是面对输清光的局面后，就会陷入墨菲定律和马太效应的负面心理状态，从而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丧失了赌胆，陷入从无常走向常态输清光的规律。当一个人陷入了常态的规律后，输清光的概率同样与恶霸法则为分比。这个人在赌博时面对输清光的概率就会占五种结果概率的80%。赌场和赌客之间优势与劣势的对比。赌场的优势，人力与财力是无限的，同时更存在着抽佣的规则，所以赌的时间越长对赌场越有利。赌场的劣势，长时间作业，开设多张赌桌供赌客选择，不可强迫赌客下注。赌客的优势，随时都可以介入或离场，有多张赌桌供赌客选择。赌客的劣势，体力与财力是有限的，赌的时间越长赌客就越容易输清光。了解了赌局结果的概率和赌场与赌客之间的优势和劣势的对比后，你已经清楚地明白是什么因素导致你会输清光，因此要在赌桌上避免输清光，很明显唯一的办法就是止损。所以在赌博的过程中无法做到止损为基础，一切都是空中楼阁。还有，如果输钱后你都没有认真的反思并做出改正，那么即使输再多的钱也是白费。认识了在赌博游戏的过程中止损的重要性后，让我们来了解在赌博游戏当中优秀的玩家必须执行的11条规则。一，一定要记住，赌博不是游戏，更不是娱乐，而是一种高风险投资的项目，是一种潜藏着巨大风险的投资。当赌的时间越长对你就越不利，因此在追求刺激和快感的同时，避免被蛊惑于当中陷入无法自立的状态，进而导致财务陷入危机，就必须做到3个要点。一，投资的本金必须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二，必须清楚地知道你最佳的冷静思考状态能够维持多长的时间，以作为暂停或结束游戏的指标。三，自身的体力在临场时必须保持精气神充沛。二，念头是衍生行为的根源，因此千万别存有以小钱就要在一场百家乐的赌局中赢获大钱，这是一种贪念的侥幸心态，也是让人难以自立进而衍生
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在连续输了几局后，产生负追的心态，无法停止投注，导致输光手上筹码的其中一个难以截肢的因素。如果要在百家乐的游戏中赢大钱，就要领悟聚沙成塔得大成的道理，因为所有的投资项目在盈利中获得的大钱，都是通过耐心捉住良机累积起来的。因此要长期盈利累积大钱，唯有放弃贪的念头和侥幸的心态，你才能培养出一颗坚韧的耐心。三，一定要记住，赌博不是人生的唯一，它只是人生的其中一部分，在生活中是可有可无的。而赌场更存在着抽佣的规则，所以当赌的时间越长，对你就越不利。因此你要提升赌博的境界，就需要领悟人生的意义。要获得对人生意义的领悟，赌博在你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越大，你就会越容易被蛊惑于当中，造成提升赌博的境界就会越困难。所以要获得提升赌博的境界，就必须做到将赌博的时间限制在不对人生造成干扰的实现范围之内。四，将这条规律铭记在心。运气只是让我们在赌博中偶然获得胜利的其中一个因素，因此我们手里不可能永远都会拿到好牌，但牌局总是要继续。所以牌的好坏并不能决定输赢的结局，真正决定最终输赢的是个人平和的心态和自我约束的能力，加上完美的打法和计划，才能改变赌博必然输钱的定律。五，觉悟的含义并不是指麻木的去行动，而是指在深思熟虑之后才去实践。因此决策也只有在思想上明白透彻之后才能采取行动。同样，一位优秀的玩家只有在头脑清醒心态平和的状况，才能够从容自若地下注。因此你必须养成平和的心态，呈现从容自若的行为，才有机会获得好运相伴。六，由于百家乐是一种50-50概率的投资项目，所以不可能把把都赢，而赌场是没有关门的，你最大的优势是随时可以下注，随时都可以离场。因此在游戏的过程中必须做到放弃把把都下注的行为，一定要控制自己，可打可不打的坚决不打，只要有一丝犹豫就坚决不下手。在每一次下注的时候必须要稳健准确果断，并且充满信心。如果你还在犹豫是买庄还是买闲，那么这一局你就没有下注的必要了。时刻提醒自己，你不是在赌博，而是在执行高风险的投资项目，自然就会100%的执行。记住，在一张赌桌上输了一把之后，就一定要停止下注。输这一把的含义，表示
你所预测的大概率还未出现。因此，先平复心态，观望牌路开出的走势，等待你心中所预测概率的牌型出现后，才继续下注。八，如果在一张赌桌上连续输掉了三把，就一定要停止下注，冷静十分钟后，然后重新观察牌路。只有在大概率出现时，才继续以小注码试探运势是否有站在你这边。连续输掉三把的含义，表明了运势不在你这边。执行这条规则的目的，是让你止损、冷静和回神的好方法。九，要谨记，当还没有获利时，务必保持稳健，而当有了盈利时，则要果断行动，利用盈利去冲击更大的机会。同时，只有在感觉非常良好的时候才下大注，而且这个大注一定是来自于盈利的部分。十，在赌桌上避免输清光的唯一办法就是止损，因此在一张赌桌上连续输掉了三把后，在换了赌桌后，如果依然连续输掉三把，就应该认怂并懂得收手。这也是一条唯一能够让你在赌桌上不会输清光并最终累积盈利的规则。十一，赌博就犹如一场大战役，你是策略军团的总司令，因此你的思维应该处于衡量着每一级资金大小数额的协调、策划和进行全方位立体投注的作战状态，在必须放弃或撤退的时候能够果断行动，在必须冲锋下大注的时候能够毫不犹豫，内心处于平和自若，有不怕输的勇气，严守戒律，远离一切负面的束缚，做到难舍能舍，难忍能忍，难行能行，难为能为。只要你能够战胜自己，最终就会获得盈利。执行以上种种的规条，都是对你做人的信念、自制力和毅力的严格考验。因此在赌桌上，没有人能够轻松地赢得利益，也没有人能够纯靠运气长期获利。实现长期盈利的人，必然是那些在人生中经历过千锤百炼，并从中吸取教训后，领悟了隐藏于生活中恶言矛盾的规律后，并通过坚定的信念、自制力和毅力的严格考验的人。做这个短片的用意，不是鼓吹赌博，因为赌徒会戒赌，往往不是因为别人的劝说，而只有在自我领悟了赌博的本质后，才会自愿的戒赌。然而现今我们正处于科技先进、资讯泛滥和资本主义的年代，属性于高物价的时代。这个年代物质的享受非常丰富，贫富的差距非常大，有钱人有钱到让你难以估计，贫穷的人贫穷到让你难以想象。事物变化的节奏越来越快，生活的成本越来越高，比较越来越多，竞争越来越剧烈，彻底颠覆了人人的生活常态。
到处都可以看到繁华富裕的景象，充满着纸醉金迷的诱惑。长期生活在这种高压迫的环境，每天受着大量炫富广告信息的轰炸，就会很容易造成人的心理情感失衡，破坏人内在平和的能量，让人难以平衡内心的欲望，限制在自我有限能力的范围之内，从而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滋生出贪婪的心态，导致心智难以抵挡现今纸醉金迷社会的诱惑。而我们目前的生活环境，面对赌博诱惑的情况更是越发普遍，形式可说是多样化和便利化。然而在人投入赌博游戏的过程，在赢钱时产生的兴奋感，和在短期内就可带来高额回报的诱惑，导致了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了赌博当中。由于很多人并不了解赌博的本质，以为赌博纯粹只是一种娱乐的游戏，往往忽略了隐藏于赌博背后的风险和对人生会造成巨大伤害的负面影响，进而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下陷入了赌博的泥潭之中，破坏了心理的健康，失去了理性和自制力，对个人的财务造成重大的破坏，失去了工作，导致家庭破裂，从而衍生出很多的社会道德问题。因此迫切的需要让人人认识赌博的本质以其隐藏着的巨大危害性，即应该以怎样的心态去面对赌博，进而避免人生受到伤害。由于赌博与人生潜藏着相同的规则和定律，而赌博的轴心在于资本，所以在赌博中，如果你无法自立，陷入负罪的状态，资本很快就会输清光。一旦你输掉了全部的资本后，就意味着你已经失去了参与游戏的资格。但是只要你能够在每一次赌博的过程中意识到自己处于劣势时，立即果断止损，守住本金，终止游戏或离场，耐心等待情绪回复平稳后，在下一次的赌局等待最佳时机的来临，进而继续投注，最终自然会获得胜利。人生也是一样，是一场博弈的过程，只不过人生运作的轴心不是钱财，而是生命的时间。因此现在的你无论处于怎样的境况，面对任何挫败，或者已经输到一无所有，甚至还负债累累，感觉到正处于绝境的谷底之中，其实此刻你深陷的绝境只不过是你的心智被沮丧的绝境心态所蛊惑，进而偏执的显象，并不是真实的绝境。因为人生博弈的轴心不是钱财，而是时间。因此只要你还活着，就意味着你还没有输到一干二净，希望还在。而你正面对的一切困境只是人生磨砺的淬炼，正在考验着做人的坚定信念、自制力和毅力的艰辛挑战的过程。由于人生和赌博
隐藏着相同的规则，因此在赌桌上执行止损的规条同样适用于人生里。因为人生存在着二元的规则，所以一切都是无常的，凡事都存在着转变的可能性，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因此对于此刻疲于奔命的你，先保持冷静，真的不必急。只要你能够认怂，并意识到自己在过程中所犯的错误，然后反思并彻底的改正它，秉持着正面的信念，从容的面对人生艰辛挑战的考验，战胜自己，一切就会迎刃而解，生活自然会好起来的，你也将会变得越来越进步和强大，最终迈向成功。如果想了解更多有关于五行和命运人生的原理，欢迎参与 UF 五行命理学的课程，课程内容详尽实用，为你解答束缚人生的迷思，让你读懂人心，了解人性，更可以帮助你放下过去种种被执着心束缚所造成的失望和无奈的伤害，从而在迷茫人生的痛苦中获得解脱，享受生活中的从容自在和幸福如意。有缘，我们课程中见。